一日有约羽球赛事啊，是由全民羽协，还有我们台北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高职四个学程的家长会联合会共同来承办。从民国103年办第一届，那到今年呢，已经到了第八届。那过去在第六届、第七届的时候，曾经到达那个 peak 高峰啊。曾经报名人数达到2000名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同时呢，今年又有特别有400多个孩子啊参加会长杯的，所以呢，至少有达到1500位，可以说是台北市教育界的羽球的赛事的一个盛会，那也引起啊全国还有体育界跟教育界大家共同的关注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益有价值的一个羽球赛事。第八届羽女有约公益赛事将在9月9日台北体育馆举行，欢迎大家来观战，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加油。